谁啊？玄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来了。我看你就是奇怪的人吧。袁老师，衣服已经挂好了。怎么不是啊？我看在你长得也算乖，年纪也不大，作为我的粉丝，我要劝导一下你。你可以大方的表达你对我的喜欢，但不是用这种撒谎极端的方式，好吧？我你干嘛？那签名给你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以德报怨。还有啊，看到我完美身材这件事情呢，你要保密。这饮料送你了，门在那儿。你才比较奇怪吧。武道大会海选正式开始。幸亏没参加比赛。接下来上场的是魔舞对战擂鼓。这么快就到你了。我投诉他们下手太重了。选手进攻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，没有问题。博武选手的投诉被驳回，比赛继续。等一下，礼不切磋，点到为止。既然你把我都弄疼了，那就别怪我。退赛。那么获胜者是擂鼓。不是说打败天下无敌手吗？这就下来了。不是我不行，是他把我打疼了。走吧。那个博武派的第二位选手可以上场了。我们没有第二位选手啊。黄小鱼是你们博武派的吗？我。报名两人起。我不去。黄小鱼，你作为掌门，连站都不敢站上去吗？上啊！坐上！就是啊！赶紧上！吴耀华，赶紧上！教训教训他！上啊！上啊！上啊！快上啊！别怕！好好好好好好！小鱼，看来伯武并没有放弃，派出了掌门黄小鱼，他能否一雪前耻呢？让我们聚焦比赛吧。这打的什么拳？这是你自创的乱拳吗？祖传流星掌啊！看我的！小云。评委，我们暂停。暂停。小鱼，咱们回去吧，不丢人。没事，陆离，我觉得我还可以，就是别撑着了，就是头有点小鱼选手已经回到了舞台，请赐教。看来他是抱着逆风翻盘的决心呢。啊！
热血沸腾的比试啊！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现场评委袁帆进行最后的投票和打分。比赛呢，真的是十分精彩。没想到博武派选手在最后上演了惊天逆转，但是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我更偏向于擂鼓武馆的选手。谁？所以我决定将我最后这一票投给擂鼓武馆。好，恭喜擂鼓武馆获胜。选手，虽然你失败了，但是我觉得你表现不错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菲利，是我。他应该是袁帆老师的粉丝。殴打裁判可是要被禁赛的。菲利，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放开！这位女选手，你不要乱讲话。你我无冤无仇，哪来的什么朝夕相处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能乱讲话。制片方，制片，来人啊！制片方，来。这没事吧？